快电商 C to C by 邀您共赏小姐不息地。你心目中一定有非常甜美的女孩女神，她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一样，对你觉得说哇好想亲一下，太甜太可爱了，所以你心中一定有这样的人吧？你形容的这么明确，其实有。但我们今天要讨论到可咸可甜的话，我心目中真的有一个，她又甜然后又帅气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要好好讲哎，绝对是金泫雅。金泫雅，她真的是一路可爱到现在，但她要表演的时候那股热情，她微风呢？像我的话，心里有没有就是那种又可以甜，然后你觉得她酷起来也是很酷的？我觉得这个人有可能会在现场，对我来说，这样子的人，我觉得有两个人。开场就要油了吗？哎，不是不是，才开哦，才开哦。那我是狗腿吗？那这样子我可不可以跳一次再来一次？好好 ，OK OK。所以微风在你的心目中有没有那种女生是甜的时候很甜，可是酷的时候也可以很酷？我觉得这个人可能就会在现场。对不起，我觉得这个人其实我那个我想了很久，就是刚包括刚在开场之前，我想到一个女生，首先可盐可甜一个条件就是她里面要稍微有点帅气，对，对不对？那种感觉。那我想到了一个女生，我觉得是张钧甯。哦，对，因为你像她有对，因为她其实她身高是比较够的嘛，对不对？就大概168-170左右，你高就有一股气势感，你会让别人觉得说好像。你有一股就穿皮衣、穿皮靴啊、长靴，就觉得好帅气。他头发如果剃短的话，是蛮……其实是没，就是他，你有想到他演过那很知性，比如说以前《痞子英雄》那种蓝医生，就是很容易，你知道被枪杀，感觉很柔弱。可是他也可以演好像刑警，对，或者是比如说卧底、毒贩这种感觉，又帅得起来。对，又帅得起来，就是哦，他好帅，然后他好像很 tough， 可以保护别人，始终如一的爱着他。对，怎么样吗？我觉得很爱他，但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是要讲一下。就是我在跟通告 re 稿的时候，我有讲的，就是我觉得 S 姐算是一个代表，对我来说，我还甜得起来吗？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不行哎。哦，那就算拿下一趴。我觉得 S 姐可以试试看，甜吗？其实我觉得可盐可甜的逻辑对我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是，它就是要能够偏百变，就是要比较多中性的东西在她身上是合理的。哦，我觉得我是偏中性多一些。对，偏中性多一些，所以我觉得 S 姐在我身上是有这个，对，有这个特质的。对，那老师你呢？又选老师。我心目中永远有一个人，他就是可盐可甜，就在现场。哦，有远在天边近在眼，就是 S 姐老师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的年代啊。对。从小就是看那个我们的年代，看小 S 老师讲古啦，没有看小 S 长大的啊，所以他在那个最可爱灿烂的时候，我们都很有印象。到现在很帅气，我就会觉得，哎，这两种风格都是可以驾驭的。在我心中就是永远可盐可甜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就是我现在想到还会想到你跟大 S 在游泳池里面的那个 MV， 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还记得？我记得。真的是想的比较多了，对。不要吵。老师，你不觉得现在有那个妈妈欧巴桑气味吗？不会不会，完全没有。我觉得你现在在跳那个下课几分钟都还 OK。真的吗？十分钟啊。十分钟。我希望自己十分钟想太久，七分半。对。哇，好近，离开学校太久。对，下课几分钟。真的。那我们今天要邀请的呢是超级甜美的四位女孩。哇塞！还没看到人都鼓掌了，进化了，就是没有，就是表达开心跟兴奋，非常甜美。他们都来自啦啦队 ，OK， 非常好。谢谢你那么支持我们节目，谢谢，真的真的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让这些甜美的女孩，等一下也会进行一个让她们咸起来的一个改造计划。对，我们会拿盐一直往她们身上挤。哇，这么咸！对，哇，身体都挺白挺白的这样子。哇，那你舔看谁最咸？我们现在欢迎第一位甜美的女孩巫以轩。小心啊！啊，好甜哦，还染金毛。Hello， 你好。赵炫啊，嗨，大家好。所以现在这个样子，还有说话的声音，什么是你真正的你？我的个性比较没这么甜，但是你声音和长得很甜，但是你个性是哪一种？比较偏。啥就是比较偏呆萌呢？也没有呆萌哎，其实我很聪明哎。
嗯，男生也会，通常是没有自己的时候都是，对，通常是比较酷的，这个都是，对对对。不是，就是我通常是在团体里面会比较出意见的人，真的，真的。你是大脑哦，你是智囊就对了，就是军师类型这样。军师类型，领导类型，或者是，所以你有提出什么意见过，让大家觉得说，天哪，你怎么想到有建设性，想到这个 idea？ 就是在休息室，大家可能说，哎，今天要穿什么，然后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搭的话，或者是我觉得这样穿不好看，我就会直接说，哎，我觉得怎样怎样，然后大家说，哦，好，然后就会采纳这个意见。所以你平常就是喜欢甜美风。我觉得是因为啦啦队的工作，嗯，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工作的话，以前的你是穿打扮成什么样子？我会走比较合身、性感路线，对，就是可以显现身材，但是不是很露的那种，哦，就合身的 T 恤啊，然后牛仔裤这样子。但是是这一套是因为当了啦啦队才会穿的，偏可爱，偏可爱，对啊，因为你们今天说要甜美女孩，是，嗯，但你觉得如果哇，他动作很多，很厉害哎，有有有，他刚刚也有瞬间折手，你没有看到吗？对哇，因为你们说要甜美女孩。就是有一种不合理的，但还要瞄，再还要对准，对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，可是他做起来很顺，很顺畅，对，就是说好了，因为你们说要啊，没办法，这种。张琳，你可以吗？我，你感觉他要来拼骰盅了，再来一杯，这感觉等一下有东西啊，反对对对，来下好你手来。你刚才的动作是心机之下做出来的吧？没有没有，因为我们的就是啦啦队，其实在场上还是有很多小孩。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是可能比较可爱的动作。你这个是学小孩的，对，知道这样会可爱。还有什么动作？还有什么动作？就你做起来还是很自然，然后就是可以在言谈中表现出来。不行，因为你现在讲这些东西，我就会变得不太自然。哦，那如果求人家嘞，求情的话嘞，对，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件事情要求派翠克请他帮忙。我哦拜托啊。哎，派派啊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。怎么了？就是，你等一下可以顺便载我回家吗？可以，因为下雨，然后我觉得很难过。我问你，哦，没有关系，哦，下雨还能叫车。哦，我觉得要载他。可是我只有一顶安全帽，哎，你骑车啊？对，你现在知道。走开。很 man 的，啊，你骑车哦，你骑车啊？对，你现在知道，而且还是狂笑你耶，对啊，还在骑车哎，没有，他你骑车，弄到小心哦，好，你也是哦，拜拜拜拜。原来他刚刚有一个新的甩袖子，对，甩袖子，对，他可以啦，对，然后摸让他一遍，然后我试一下笑也是比较那种豪迈，对，比较豪迈的笑，不会有那种银铃声，你懂吗？银铃声是有一些是这样，对对对，我比较没有这种声音。OK， 好了，是觉得他这里面是甜美到十分满分了吧？我觉得甜美，如果以外表来讲，就是9.9了啦。然后就差那0.1，为什么呢？差那一0.1就是啊，你骑车哦，这个会整个会让男生幻灭一瞬间，就他笑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也会骑车，而且我骑的是那种 GoShare。You know，就是在路上共享机车，我知道，我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对，我骑那种。没有，你刚刚就是太直接了。对啊，抱歉，所以已经扣了那一分。但他的服装真的是甜的代表，因为甜美的女生，你看啊，她第一个一定会展现一些粉红色啊，或者是上面有一些类似蕾丝的图案呐，啊，或者是蓬蓬裙啊，这样子，对，就会让男生觉得想要保护她，没有攻击性。而且我觉得就是看这个线衫搭配的很高招，对，因为它这种垂坠度，对，就是男生最喜欢，可长可抓，对，可以这样，对，也可以这样耍无赖，这样，对。哎呦，好，好甜哦，好喜欢被这东西打。最喜欢这男生其实这个受不了，男生其实对那个袖子比较长过手背哈，是会有没有抗拒力？真的吗？假的？会觉得女生需要被保护。你看他手都伸不出来，然后他那个手这么长，他那个针织衫又微微的往下撩，对对对，像微风或派翠克就会觉得哇受不了。不信你这样子敲微风看看，你敲敲他，你敲他，他一定会。然后叫微风，他走过来就不行了。哎，我比你大吧？对，他比我大，而且其实我们线上见过面，真的，三四次。你几岁啊？我37啊。对，37，我是女孩啊。我们对上面有
年龄限制的，对对对，三十七怎么样？可是其实不讲，他没有隐，他没有隐瞒过，长得像27都还可以跳，对，没错没错，蛮震惊的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这一趴就是魔女甩袖子这一趴，还要甩吗？可以来，可以来，来一个来一个。微风弟弟，拜托，可以载我回家吗？你不是骑车吧？啊，不是，对对，我可以载你回家，没有关系啊。要多少钱？你跟我说没关系，我这里还有一点。他没有要钱，我为什么要跟你要钱？好，没有关系，我对对对，想要保护他，因为他要坐计程车，想要保护他，叫我坐计程车。那五五，我们现在要请你去换装挑战喽。好啊，甜美的离开，离开这里，拜拜，拜拜。小心哦，小心哦。这雀跃的背影，连很多电线要小心，会纠缠在一起。奇怪，我怎么就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呢？今天真的是哇！接下来要欢迎到下一位甜美的女孩子子。欢迎双胞胎，大家好，双胞胎。哎，子子比较不是走那么甜美的路线哎，不是，你是辣臭的啊。对，我平常应该还是帅辣，或者说是比较休闲一点，就是我这已经算是我最甜的哦，因为你是最甜，你是在地上爬的那种，对对，那一团，所以你今天要如果变成是就是咸派的，你应该很 OK 吧？我是觉得应该 OK， 但是就不确定真的弄完长这样，因为我也没有真的试过弄成很像男生的头发。可是你今天我们要请你穿第一套就是要很甜美的风格，嗯，结果你没有很甜美，啊。他说这是他最甜的衣服，这已经是我最甜的衣服。你没有那种什么那个针织啊，比较没有，蓬蓬裙，而且我也没有粉红色。你这个感觉主要是去楼下 Seven 拿东西的装扮，休闲的休闲，对，比较休闲，你也没有东西可以玩呢，啊。对你也没有。没有，你现在有办法装可爱吗？可以啊，可爱的起来吗？你是讲话吗？没有，还有动作，他刚刚有这样。你这个是做不能对，做男生操，你要很自然，要很自然的。不是啦，你可以自己自己的啦。你去跟微风哥哥撒娇一下，好，你看他会不会答应你？答应你。对。什么事？你说要跟他借钱吗？学长，我是华冈的学妹。哦，你是华裔的。对。哦，你好。好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个，想要麻烦你教我唱歌，可以吗？哦，你要学唱歌。我想要学唱歌。你想要学唱歌，那就是哦，可以啊，是可以，没有问题。他答应了。可以可以。哎，男生的矜持呢？我太快答应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每个人都答应啊？对对，那不好意思，那再一次，我没有矜持，是我的。而且你也没有撒娇。对啊，你要撒娇吗？对对啊，对啊，对。那还是说你可以去我家教我。哎呦，那我要问一下派翠克，你觉得我要去他家教他吗？我也会唱。谁准你带入自己的情绪？他也没对我装可爱。对呀，没有。其实我觉得他的可爱在哪？第一个是他的声音跟他的表情啊，我觉得他是给男生是一种很无害的。他刚刚那种是比较感觉就看起来很甜美，可是他是无害的。我觉得无害对男生来说也是某种程度的甜美，因为你想保护他。所以如果刚刚那个就是超级粉红色跟这个比较无害的，你喜欢哪一种类型？我的话应该会选无害的。啊，我的话刚刚上一位你在那边拍手拍的跟什么一样，还要拿钱呢。我们逢场作戏嘛，那哪有什么关系。讲完让我先回去。他刚刚有一个甜是不经意的一个动作，哎，他刚走回去的时候，他就这样走，然后他就来一个踱步转圈，然后他踱步的时候那个瞬间，噔，很正，有吗？而且他好厉害，是一个踱步转身，然后他整个人停下来，可是他有东西还没停哦。刚怎么了？你刚刚怎么走？他刚刚这样走，然后一个用力踱，对对对对对，他是这样子。你刚刚也这样走？有余震，有余震。我想说我要回正面。我第一次看到名牌飞那么高。哎，你现在眼睛很，我观察入微，观察入微，亏你有割双眼皮。所以看得比较比我们更多，没有被遮住。对，那子子，你今天扮应该帅哥是没问题的啦。你有曾经扮男装过吗？没有，可是因为我平常私底下还是都是就是帅帅的这样，然后我的很多粉丝跟我们团员都叫我子哥，哎呦，因为我都是担任照顾大家的路线。可是他们说你是最美，但是你谈起恋爱最恶心，是不是？对，他们看到如果我有男朋友的时候，或者是有喜欢的人的时候，讲话就是跟现在这样子完全不一样。我要听，是假装他是你男朋友。宝宝，你在干嘛？没有，就是想说现在也不知道去哪了。那我们现在假装讲电话好不好？可是我们就在现场，干嘛假装讲？因为我是想要模仿一个讲电话的感觉。好啊，怎样？那你现在可以来接我下班吗？嗯，你在哪里？我现在在大兴西路。我是超远的。
拜托您了。不行啦，我现在没办法跑到那边去，现在下班时间塞车啦。拜托您最帅哦，今天给你按摩，全身的。您最帅，您最帅的。全身的吗？全身按摩。没有漏掉任何一个地方，没有，地方都不会漏掉，都不会漏，可以不用穿衣服的那种。我跟你说，哇，你这不答应，我们这里有人就要答应了。谁？快一点！谁？对，刚刚有人打电话给我们的。你那个讲话的声音，那个真的很不清楚哎。对，就是要很不清楚。好想从后面搞清楚，打你好熟。你那里有被其他团员听到你的讲话这个声音，然后你有一点想钻找地方躲起来？嗯，他们应该已经习惯了。好吧，那子子，我们也要请你去换装了。没问题，期待你的大改造。好，我出发了。好，可甜美走，甜美走，甜美的走。走那么美，甜美，甜美，用另外一个方式。甜美很不，你这是要竞选是不是？你要干什么？甜美的离开。学姐，学妹，你的雀跃，雀跃，好可爱。最后的甜美。要去找 baby 了。去找 baby，baby 要来接你了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尴尬。好的，下一位甜美女孩也来到现场，让我们欢迎张雅涵。哇，可爱，好甜哦！哇，你看下来的那个步伐，整个人都是蹦蹦蹦蹦蹦蹦蹦，小有装弹簧啊。对，而且你在别的节目中跟小钟配为那个 CP 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跟你说，把我们正宫放在哪里？开玩笑，你们立刻有晚娘脸啊，有一点点后母的感觉，感觉后面有藏刀。你觉得菲比配得上钟哥吗？我觉得钟哥配不上他。哦，然后那你跟他配在一起，你喜欢钟哥吗？就是哥哥的感觉啊，就哥哥。他如果认真追你，有可能追到吗？没办法。问题出在哪？他太哥哥了，他像家人了啦。你是走可爱路线吗？平常其实不是哎，所以你根本就也不会有那种什么抓头想事情会扭来扭去。哎，不太会，我平常蛮大辣辣的。就算有另一半，你也不会跟他撒娇吗？我只会跟另一半撒娇。你的撒娇法是哪一种？你会声音会变调吗？或者是口齿？我会讲外星人。外星人？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我现在没有。但是你交过的时候，你会讲外星人？对，我会讲。好，假装他是你男朋友。你要就是 baby， 我想吃。啾啾，现在就要吃啾啾，现在很亮啊！吃啾啾，啾啾是什么？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，只要加入会员的话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，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。只是还有机会而已，还有机会而已，反正就有可能。啾啾可以这么亮的事，可以现在吃的吗？就是我会讲一些什么，比如说。我们会自创一些外星。先告诉我啾啾是什么？对，啾啾是什么？例如火锅啊，我们很爱吃的一家火锅，我们就会自认它是啾啾啊。暗语啦，暗语。而且你会把餐厅或者什么家具取名字，对对对。所以老师，你觉得他扮男生？我觉得会很帅。会很帅。从哪边看？因为他为什么不会让女生讨厌？是因为他本身的行为举止其实非常自然。对。他没有做作的成分。很帅性。我是很 man。所以刚刚第一位，你觉得有做作是？不会，就是他比较怎么讲呢？就是37岁的位，对，就是会表演，他懂得抓住男人的心啦，应该本科啦，对，本科生。那二号那位呢？二号就真的，他就是真的男生，没有在表演。老师的评语不长了，那我们也要请雅涵去帮我们改造一下了。好，没问题。请那个甜美的离场哦。好，嗨，豆豆，拜拜，拜拜。这好小只，她真的好可爱，很有高中女生的感觉。对，接下来下一位甜美女孩也来到现场了，欢迎 Wendy。哇，又长高了。Wendy 没有。哎，你是甜美的吗？我是气质的，可以吗？今天穿的也不算甜美吧？我比较喜欢走气质风，因为我太高了，所以我没办法就是太甜。你有多高？太我174。174如果穿全身粉红色是不是很怪？我这没办法，你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而且你本身是不是抗拒粉红色？是还好啦，但是我比较不会就是特别穿什么 Tiffany 绿啊，或是蓝色或粉色这种，就很跳颜色。我就是穿杏色或是白色，然后你平常讲话也是不会有特别其他的腔调，对谁？不会，对男友也是这样的，
也是这样，或者凶凶男友，对男友不会撒娇，哎，我就比较凶，说我要去吃东西啊，带我去啦这种。哦，就是比较半威胁式的，就有点小生气那种感觉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那你觉得你最甜美可爱的时候会是在什么时候？就在场上的时候，工作对工作最甜。对，因为场上就是一定要穿那种百褶裙，然后那边一定要甜美，对，笑容一定要是那个在这里。对。那你可以为我们这些男生展示一下你甜美的那个后黑后黑吗？后配后配后配，他的气甚至还不够哎，后配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心虚，气不心虚，他心虚，他这上来第一眼就想说，你们一直看着我干什么？没有，刚刚那个雅涵走上来说他太甜了，我没办法。对，在后面有压力，不同的甜法。我们刚刚甚至有男生来哎，有没有男生来？你看后配后配有什么好飞到的？没有，我就想说好像有点就是太尴尬。不会啊，再一次。有这个笑容哦，这个甜美，这个甜美。哦呦哦呦，非常好，这个表情很甜美。老师，他的表情应该有甜美吧？我觉得他后面的表演绝对有加分。嗯，可是我知道他为什么觉得。没有自信，是就是因为她身高比较高，那高的女生呢，其实她穿什么都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距离感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很期待你的男装哦，但是你要用最甜美的方式离开现场。可以，对，好，好，拜拜。他干嘛自己尴尬？还是很尴尬，自己尬，因为他知道自己。对，真的。我们说那个9.9分甜美女孩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他已经换成男性的西装了。哇塞！哎，是那个第二，不是不是第二位，是纯粹男生的那个，就无糖。对，第二位无糖的男生。我们刚刚有一位来参赛的男生，他现在换好男装了。男装了，对对对，没错。我们要来欢迎他出场，欢迎子子。期待。哇！蛮帅的，哎，蛮帅的，哎，还是你可以往前，然后做一点男生会有 man 的动作，什么 man 的，来几个来啊，拍照，这边，态度，哎，我觉得他好适合，哎，有态度哦，很帅，这里，有帅，有帅，哎，而且比刚自在很多，对，哥的，我在这不，还是这就是你平常的样子，没有这么男生，好像没有这个像，平常应该戴假发出来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是帅的啊！啊！好丢脸的，你讲什么？你刚才写，因为说很像我，你不要再这样，拜托，网友要生气。很烦，怎样？嗨，你真的蛮帅的。真的吗？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尝试走在路上吗？你敢吗？可以试试看，因为我觉得好像，因为可能戴帽子，觉得蛮无违和的。嗯，对。然后里面是假发，里面是假发。子子其实他穿成男装的感觉，他现在的妆感啊，会让我想到，如果他演京剧的男生，其实蛮适合的。哎呦，因为他的那个五官就很适合，哦，会是很漂亮的男生。然后他现在搭配的这种西装，再加上那个牛仔裤，就刚好是，对，刚好是把男生最重要的那种元素穿出来，所以。瞬间就会让人家觉得说，哎，是一个潮男。但子子，如果你现在已经变成男伴，如果你还在跳舞的话，性感的起来吗？你说跳性感还是帅的？性感舞蹈可以啊，我不知道哎。你说现在然后要这样扶，就是跳你们的舞蹈，对，一小段，然后要在地板上的那种。哦，可以啊，转圈的那种，会有帽子会掉，有特觉得帽子会掉，就不要甩到头。OK， 好，要小心，要小心。来 ，5, 6, 7，8。很帅，哎，好像也没有性感的感觉，很帅，哎，好帅，变帅，但是我是跳我们平常的舞，没错，对，所以我就说服装会影响，对，没有，我发现少了头真的差很多，哎，因为没有办法甩那个头发，还是在甩很重要，对，因为女人未来说头发还是会有很多甩动，嗯，对，现在头发没有办法甩，老师这个帅度10分吗？我觉得这个帅度至少有8分。那你知道刚刚佑权老师在你换装的时候说你是男生吗？真的假的？我只是说无糖而已。如果是以那个饮料来讲，不是我的，你是无糖的。
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他本身是他说你一点都不性感，也不甜美，没有，完全性感，是性感。他说你非常不用心，哎，乱讲，造谣，没有，我刚刚的意思是，说那无糖就很过分了、啊。不是，我说无糖，但是它是辣的啊，因为他刚刚走出去的时候，他不是有点小尴尬，不知道怎么装可爱吗？那是因为他私底下就不是往可爱的路线。你没有这样讲啊。我还没讲完吗？谢谢。私底下是性感路线，不让我讲。老师慢慢，我要让你气到翻白眼，我要让你气到翻白眼。对，老师慢慢要练习，练一下，练一下，慢慢你就会习惯了。好，我要练习。接下来下一位呢？大家刚刚的印象应该是停留在他穿那个长袖，然后可以甩来甩去。是第一位吗？是第一位，吴以轩。最甜的那位，对不对？是。他有换装换好进来喽，让你欢迎吴以轩。哇！黄昏吧，还蛮帅的，他很帅哎，肯尼，肯尼，干嘛？哦，我还要讲英文，我觉得，我觉得你好恶心啊，我觉得，我觉得他可以说台语会好一点，一个几拜，一个几拜，来，掏钱买 baby 啊，哎呦 ，baby， 我爱你几拜，拜。我觉得有歌舞伎定南宫关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日本的日本派。刚刚有人说我像那个宝中宝冢，对对对，宝冢宝冢，对。没有吧？你可你的 look 是那个吧？间谍加个酒啊？对，我是黄昏。对啊，可是你就有一种恶心感，恶心的黄昏，恶心的黄昏。为什么？你看，我看我知道，我有在追这个剧啊，不像吗？不是啊，刚刚在化妆间大受好评。化妆间那天，化妆师之前说谎话、啊。你很漂亮，你很棒。你比较像宝冢歌剧团来扮黄昏，对对对，像宝冢。你会不会跳宝？你会不会跳宝冢的舞？我不会，怎么跳？你会吗？我也不太会。小孩子会啦，很喜欢那种这样对斜的下楼梯啊。我有啊，真的真的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你如果这样的话，应该会很帅。可以啊，哎，五六七八，可以弹，你可以，你可以这样下学校。对，帅。五，来 ，Go。很保重哎，很保重。是保重，是保重。但你这个为什么不协调？对呀，平常没在跳这种舞啊。平常都是，所以你平常你刚刚因为他有穿男装跳他的啦啦队舞，对，你要不要来挑战一下？你刚刚是跳性感的吗？对，啊，没有音乐，没有，没有，自己好，来，起吧。哎，保重。哎，明明态度就。怪感，他这样动作是性感的，对，礼貌呢？不是很诡异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很不是一直很想说出一些什么样关于称赞的东西，说不出来，对，会有点很冲突，真的说不出来。保冢剧场，你也没有不好看，但就也不好不好看，你是对。但男的有问题，我觉得是眼妆。老师，我觉得是因为妆了，我觉得妆，他的妆应该要再卸掉一点点，再素一点。他是不是那个睫毛有点太多了？对对对，因为啊，因为就红了。因为我是睫毛是重的，而且我刚刚有听到你们给芝芝的评分八分，对，然后我刚刚在跟那个后台的工作人员说，我一定有十分，应该不会。先不要想这么多，对对对，先不要想这么多。而且他的衣服会让我一直觉得很像防重哎。对，我盖房子，我跟你讲，我知道，有一间的黄色，你是我跟你说，就是比如北部千万房仲销售第一名，感觉就是这个感觉，他卖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比一秒出现在海报上面呢，对，因为他有造型嘛，有帅，是不是这种感觉？有，美区销售冠军，赫，对对对，最大的赫，年度破千万，好像。那我觉得为什么他我们会觉得像歌舞伎町南公关，又会像宝冢，又会像房仲，主要是因为他的西装虽然跟子子一样都穿西装，对不对？是。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他的剪裁是合身的？对。而且脚看起来很细。然后脚又是合身的裤长，然后再加上他的皮鞋是
刚刚那一双有跟的，所以看起来就是比较妖娇啦。我们讲日系的那种男公关，他们都喜欢穿合身的鞋，而且一定也会穿有跟的鞋。韩系的潮男都喜欢穿像这样宽松的。其实你们刚刚在聊的时候，他一直坐在那边，他一直在笑，说觉得是一个男团成员。对对对，这么远，他这样子，甚至子之，如果你在坐的有点这样子，比较宽一点，就像男生这种。可是，那个谁在帅好不好？你什么啊你？老师最后请给他一个分数，我觉得五分。好，谢谢李轩入座五分，到座。而且为什么你当女生的时候那么可爱，然后变男生这么恶心啊？还好我是女生啊，真的还好。我刚给你9.9分啊！我是男生，我就很堵，我也会。不会，刚刚你最甜呢。下一位，哎，雅涵，她是原本穿什么？她原本穿很多蝴蝶结，丹宁，旋转女，旋转女，你会觉得她会很帅，很帅的那个。帅，她已经换好妆了，让我们欢迎换妆之后的雅涵。也蛮像阿本的，对，哦，也阿本，这样耍没有比较开心哎。我们要让你耍到底，你往前，然后摆几个男生会有的帅 pose， 好不好？来，雅涵 ，Go。好帅哦！什么意思啊你？反应差太多了。想要抽雪茄，想要抽雪茄。那你觉得你现在这个造型还有办法跳性感舞蹈吗？可以啊，你们队的舞蹈来一段哈。我们队都不是性感的，没关系，就跳，力就跳吧。OK， 不要那个墨镜飞掉。好好好，五六七八。是会有一种恐怖的感觉，你会觉得你压力太大了，你会觉得是你想要绷住的。对，我觉得好像一个八八中邪。对，我就觉得就是很想要关心他，你知道吗？好恐怖，好恐怖，有点惊悚哎，不舒服，不舒服，不行哎，可爱，毛骨悚然，毛骨悚然。好吧，你本来以为会可爱是不是？我想说应该就是这样跳，还是应该会是可爱的。没有，变鬼变了。好，是1到10分。6分，6分是不是发型的问题？我觉得发型就是太颅顶太高了，就是会为什么像那个李旭轩也是颅顶太高，都会让人家觉得有点像那种日本的现在男公关那种，他喜欢发流。重点是他现在还咬着一朵花，对，就是有那种感觉。然后他的话，我觉得反而他戴一个墨镜的话，如果这边再贴假胡子，更恶心。不会不会，我会觉得。哎，如果你把墨镜插在头上嘞？就插得进去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低一点，对，这样更像第一夫人呢。他插上去直接变换一个人了，对的，他很慈祥哎。对对对，帮你老公讲一下，你要支持一下这边那个拍宝，对对，这边拍宝你可以放在上面，手放在上面，可以吗？然后要边走，这是支持台，你要行程要你要观众帮你老公站台，对对，对你老公挥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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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对，会当选。这个好老婆，好老婆，真的，我会有点想投给他。只是刚好，一点点。OK， 所以6分。六分你满意吗？不满意耶，我觉得我很帅啊。不然你们俩站出来，比比看。不行啊，他就是现代风格的啊。拿下来，我跟他比我就输了。那你又我跟你先比啦，到底就会赢是不是？对对，他的意思就是这样。所以你在他旁边你会没自信是不是？就这个太油了，我自己到最后就整个造型对不对？对，太造型高了啦。还有啦，还有那个领巾啦，因为我们男生通常是年纪比较成熟的男生才会戴这种领巾嘛。那不然那个，你来啦，吴宪。你在他旁边，他比较有安全感呢。我好恶心啊！这么油腻的感觉。麦啦麦啦，如果三个男子的那个团体像现在这样出，会受欢迎？不同年代，会受欢迎。我觉得会中哎，会中。因为怎么敢有人这样用一个团体？2006、2007年代，还差鼻子，我觉得会避免当年的警行厅男孩，我觉得会有点这种笑哎。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三位休息一下，谢谢。
我们有一位可能会得到满分的人，对对，因为他毕竟有一个身高优势，身高优势，对。那换好妆，假发不要害到他。他颅顶又很高，我们硬压，对，硬压，颅顶那么高，我们真是硬压。对，那我们欢迎换好妆的 Wendy。哇！很像很帅的 coser， 那个是超帅的。敢在你旁边也好帅哦，好丑哦，帅哦，很帅吗？帅一个不要不要，我就可以再压一下，撑住他，颅顶，贴心，你贴心，再帅一点，先压颅顶，好，下去，看到没有？下去，好，有了，这样有了，等等，帅帅帅，发量都很多啦，对，自然的，对对对，哇，是 S 型吗？哎，天哪！哎，来摆几个帅气的 pose， 先走，趁他撑起来前，来，阿听，好，这背影也超帅的，帅吧？这背影根本是男生，他好高，趁机攻击人哦，哎，没错，一步就来骂人，哎，背影超男生，超男生，你有听到吗？之间有一些不合理是正常，故意在很吵的时候正常骂人一句，对对对。哎，怎么可以这样？顺便了，顺便了，很帅啊 ，OK。哇，他连走过去都好像对呀。那你要不要那个以这身服装跳一段你的舞蹈？你说我们啦，对，还是就刚刚最性感的，最性感的舞蹈，来哦，最性感那什么？第一次起鸡皮疙瘩，好不舒服，好不舒服，你知道那感觉，很像看到拍咪呀，你知道吗？就觉得有种看到拍咪呀的感觉。我可以跳飞机吗？超好笑。喜欢这个单元，我不喜欢。好恶心。哇，这个反差，耀俊老师。但他也是9分哦，就是今天对今天最高。那我们四位一起站在那个舞台上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字排开。好，哇塞，我这个要看一下，要请他们做什么事呢？对，我就知道。往前帅气的走吗？帅气的走啊！帅气的走两走，帅气的走三步之后，开始性感舞蹈。三步哦，就是前面只有 1 2 3 go， 啪啪啪啪。各自的舞蹈哈，3 2 1 Let's go！ 哦呦，帅，好帅，好帅啊！请问这位男士，这位男士，好恶心啊！这个。不对劲！哇塞，好精彩，好精彩又荒谬的一集哦！我的天哪，这个单元可以经常做吗？怎么会这样？那我们以后拉拉队穿男装好了。哎，你们以后会不会真的私底下会想要挑战穿中性一点的服装？可以，可以。可是你们有没有觉得，如果穿中性的衣服，最难搭的东西是什么？我觉得是配件是吗？配件蛮难的。对，老师是不是配件？配件，这要怎么办呢？配件其实我觉得，如果你真的平常没有时间穿什么男装，但你又想穿出男生的气势，包包。因为女生有女包，男生有男包，中性要什么包？我今天呢，其实带来一款，我号称它叫神包。因为这款包包呢，虽然它是男生的包包，但是我觉得女生用也非常的好看，而且它的重点是它可以正装的时候戴，是也可以休闲的时候戴，或者是你各种风格都可以，各种场合都可以。我从来没有遇过一款包包这么好搭，我今天有带来现场。好，欢迎老师。刚刚我讲的神包啊，就是我手上这一款。这一款呢，其实它，你们看它前面的这个 logo 哈，这个是德文。那这个品牌在台湾有一个很可爱的昵称，叫做德国小金牛。哦，那有些人可能不知道，哎，这个德国小金牛的来意，我简单介绍一下哦。其实它在1887年就创立了，然后呢，它曾经得过米兰的这个皮革的年度大奖，
也得过新创的商品设计大奖，所以他本身拥有非常多厉害的得奖记录。除此之外，你们看他本身的结构，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是他的皮革的部分，因为他的皮革呢都是严选来自意大利的皮革，然后用顶级的工艺去制造。那如果镜头再仔细的 tag， 会发现到它上面这边有很漂亮的这种纹理。这个纹理呢，我们叫做十字压纹。这个十字压纹，如果大家有印象啊，以前不是有那个穿着什么什么的恶魔的电影吗？他们里面那个品牌呢，它最擅长的那个皮革就是这种皮革。哦，那其实这个品牌就是用那个皮革的工艺去制作的，你在使用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它非常的坚韧，非常的耐用。最重要的是这一款本身它的价格其实有精品的等级，但是价格非常的亲民。你这个价格呢，你大概可以买比方说刚刚讲的那个包包啊，大概可以买这个五六个。哇，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的实用，非常的耐用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想问大家哦，你们平常在买包包的时候会注意什么？实用，我觉得要够，对，就是够肩，那叫什么？够耐用，那个肩带够耐用，够耐用，肩带够那个里面内层 好搭，对，夹层很多，内层也要好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我们看一下它本身的内层，它的夹层超多，哇，它夹层超多，夹层超多，就不会乱乱。对，你就很好分类，很少收纳哦。那它虽然小，但是它可以放的东西比你想象的多。那因为这个品牌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呢，它就是很重视品牌的工艺细节。可以放这个进去吗？还有，来我试试看，还有一款。放得下啊，而且是 OK， 而且重点是哦，对，它还可以拿出来哦。这是一定的，这是一定的。那这样就值得去看一看了。然后我要讲的是说，真的，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其实它这个包包本身，你在搭配的时候是非常百搭的。不管是大家像穿的像这种复古的毒枭，或者是宝冢。或者是各种风潮男，还是韩系的偶像，其实都可以。其实如果仔细看，它这个拉链上的 logo 就是那个小金牛，非常的可爱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拉链上的五金能把细节做得那么仔细呢，就是它的工艺真的是非常的好。是。那除此之外，除了收纳性以外，它在这个包包的背面也有一个手机的插槽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该不会我这里刚好有一只手机吧？绝对可以。那我来试试看。哎，这个如果放不进去很糗，真的可以吗？绝对可以。微风的手机很大，刚刚好哎，完全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它那个设计就是 only for 手机啊。没有，其实有些女生如果说平常搭捷运啊，你要放悠游卡或卡片啊，其实都很方便，你就不必在那边掏来掏去。因为我觉得最尴尬的时候就是隔间多最方便，就是因为一看就很清楚，一看就非常的清楚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它还有另外一个小心机哦，就是这个肩带本身它是可以拆掉的。拆掉干嘛呢？就变成一个手拿包。哎呦，时尚手拿包。比方说，微风，哎，今天是不是去逛街？等到了。比方说，微风要去参加时装周，糟糕的一群人。我要去参加时装周 ，OK。时装周，时装周 ，OK。我们就手拎着它，就变成一个很帅气的手拿包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戴你那个墨镜，你那个墨镜借微风一下。哎呦，马上可以在那个，不可能，微风会变帅吧？马上可以在背板前面拍照。什么叫不可能变帅？你有听到？对不对？哎呦，这好像还有，有哎，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，这个包包底下还有另外一个心机，就是这个。怎么了？它有个皮革手把。哦，有个手把。对。所以你就可以把手背伸进去，手伸进去，你真的就是手拿包，对，你就是真的手拿包，男女都可以拿，就很稳嘛，对对，很稳，你不会拉叉，不会说走到一半突然耍帅的时候突然掉下来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怎么卖？就是我要跟你买吗？我不是在卖这个，我是在推荐大家，推荐大家。是，对不起。那除了这个尺寸以外，就是刚刚也有这种比较大的尺寸，然后它没有直立的尺寸，那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各种款式、各种的规格。那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其实我也要推荐另外一个，就是我自己私底下都在用的，他们的皮甲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他们家的皮甲，对，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刚刚好，超可爱，而且它是看一下，不好意思，颜色超好，可爱的颜色。我很喜欢他们家的皮甲是超多层，因为我是那种很喜欢就发票啊卡什么，就是很容易要找很久。可他们家的你看哦，直接是哇，大概有十几层，随便放。然后这边你可能会放，比如你蛮有钱的，差不多2000。哦，2000。对，然后里面就是比如像我们悠游卡，常会拿到。
它就另外有一层是悠游卡的，而且它的卡片槽超多，连后面都有。对，真的耶。但我要讲哦，张玲用的这款颜色，它是女生款，但实际上他们最热卖的是男生的款式，所以他们有非常多男生的短夹。你们看这个短夹的正面看起来它的颜色非常的低调，但是在背面它有做一个小心机，就是拼接的撞色，这个墨绿色啊，这个是反过来的，对，小细节，小细节，右下角也有一个小金牛的 logo， 而且啊，他们的皮夹很厉害，还得到过网友票选最佳皮夹的前三名哦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因为我们知道德国人做事情最讲究什么？实用性。对，所以他们会把实用跟工艺融合在一起。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法国精品，反而它过度浪漫，所以你会觉得重看不重用。没错。但他们的东西就非常的好用，所以里面的卡片槽呢，你数一数，至少都有8个卡片槽，12个卡片槽，或者是有7款不同的这个隔层的组合，所以非常的方便。那另外我要讲，就是说你们在买的时候，因为通常虽然男生款比较热卖，可是他们家的女会员超多，因为女生对，因为女生都想买给爸爸或是男朋友、男朋友、老公，对。然后他们在很多的通路都买得到，就是台湾的话，你北中南20几个据点都买得到，或者是大家比较懒的话，就上网找就有了。所以这个品牌的包包真的我非常推荐给大家了。那如果说你在日常生活中你发现到现在该换包包了，他投资他绝对是不会错的。最重要的就是说他真的就是可甜可咸。吴宇轩，今天这个结果你满意吗？我只有5分，不是很满意。这不是你要的，这不是我要。你以为大家会觉得我很帅，所以你从那边走出来的时候，我以为我们会说好帅哦。对啊，我就是在期待这个反应啊。他到卡街还在懊恼。对，我到底哪里？对，我到底哪里？他刚大家在换镜位，他就说，而且所有人都放松了，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就一直在还在研究帅，我很入戏，还在想我怎么样更 man。把假发拿掉。颅顶的问题啦。颅顶啊，刚颅顶的问题。对。他今天还是有 Wendy 跟那个子子两位，我觉得那个改造非常成功，子子很厉害，对，非常的帅气，以后就当小男孩吧。对，相较之下，如果结束，太有整，不要给破音哦，不能这样子，因为今天这个女扮男，蛮好玩的。下一次我们可以找一些 B boy 来扮女生，男扮女装，对，他们跳起舞来，还有可不可以很帅气？好，谢谢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。叮叮叮。